只要心还未生病，却不一定会痛。妈妈因为年纪越来越大，砰砰一下脑溢血，在家里睡觉就走了。我该打给谁救我？一阵酸酸的这样子啊，就想呕。红通，你紧张、悲伤过度，该吃东西后你不吃东西，你的胃酸会磨自己的胃壁，让黏膜下来，就叫胃溃疡。可能溃疡很小，会出血，那个血量跟喷泉一样。哇，这样就出血了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